国有一个这个历史学的教授叫做 Chris Miller，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晶片战争》哦。那有这个半导体的分析师杨应超，他看完了这本书，他来分析一下，针对书上面就是有点像书斋一样，跟我们讲一下晶片目前来讲为什么大陆会那么难生产哦。其实他从头到尾开始讲话，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晶片、网络啊等等这些常用的科技是源于这个国防的需求哦，比如说我们无线通讯的这个 CDMA， 它其实是源自于说二战的时候英军为了要对抗德军，所以开发出来这个无线通讯系统，所以我们才有手机啊等等之类的。那这个还有另外一个，这也是从就是晶片是从这边开始要研发的嘛，因为有晶片才有无线通讯这些。好，那我们讲到说半导体的制程哦有多复杂，其实要从这个软体晶片设计开始说起哦，这个设计一开始就已经不得了了。接下来呢，你还要看这个晶圆厂所需的器材哦。器材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大家熟悉的这种光刻器啊等等之类的，还有说生产所需要的化学耗材。这些等等，然后最后才到这个哦，封装啊、测验等等之类的，这个要经过百道制程，而且时间要花3到6个月，甚至更久。然后你还要去克服良率这个很大的这个问题哦。所以说，半导体整个制程是非常非常复杂且严密的，而且并不是说我只要花钱，我砸钱就可以砸出来了。这个杨应超说呢，其实半导体的这个制造呢，它需要多年的基本功哦，还需要有这个懂的人才跟知识。像是他指出，中国大陆的话，他虽然说他可以设计这个半导体，但是你要叫他制造，其实是有蛮大难度的，这个是他们必须要克服这个最大的这个问题哦，制造的部分，他可能第一个缺原料，第一个是缺这个技术方面等等哦。那刚刚这个一轮有提到说，哎，台湾为什么这么厉害？我们要感谢谁哦？台湾的半导体前辈呢，就是有远见的投资啊。那时候这个当时还是这个行政院长的这个孙玉璇，他找了当时是政务委员的李国鼎哦，他们两个人是在1985年的时候邀请这个张忠谋回来台湾担任这个工研院的院长。后来呢，担任工研院长两年后，在1987年的时候成立了台积电哦。那时候张忠谋他其实就是他有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德州仪器服务过，他那时候他的这个强项就是在于晶片的生产，还有说要怎么样提升晶片的良率这一块，这是他非常非常擅长的，所以他也把这一块就是他的这个优势哦带入了台积电，所以台湾才会有就是这样的护国神山，达到了一个半导体的王国。是，但是他这个杨应超他也提到说，其实台湾目前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其实这个半导体的分红股票少，我们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我们大家印象中好像科技业好像分红股票很多，以前很多，对，但后来经济不好之后2008年之后好像就开始变少了。对，那是因为这个台湾这边有修法，它就是把这个员工分红配股费用化，那导致说科技业它这个分红的股票变少了。那其实你知道人就是还是会想要赚钱，你这个分红股票变少，导致说我真的很厉害的人才，他可能就不想要不想要去这个半导体产业，他可能去从事其他的产业，赚多一点钱的地方。对，那导致说这个半导体业的成长有变得比较缓慢一些哦。好，那接下来的话，他提到是大陆哦，大陆他有这个市场换科技踢到铁板，怎么说呢？因为大陆之前他会广邀这个美国啊，或者其他的外商来他们这边设厂嘛，就是有一个优势，就说哎，你看我大陆人那么多，市场红利很棒啊。那这些厂商去到后也是就是哦，好，很棒很棒，就是我们就赶快在这边设厂吧。但是呢，大陆会偷你的技术。那偷了技术，一开始可能都是敢怒不敢言、因为我市场想要这边卖东西嘛。但是后来被偷到可能真正非常关键的这种半导体技术后，其实很多外资就受不了了，就是开始联合其他的地方来，就是不忍了，就是有跟这个大陆这边，那我就不要在大陆这边设厂了。所以后来很多的半导体就是在韩国啊、台湾等等是比较多的。那这个杨应超他也提到说，其实就是刚一文讲的嘛，掌握了晶片，得晶片者得天下。对对对，那
这个其实是对付大陆一个很好的这个锁喉的武器哦。因为大假如说大陆没有这些做晶片的材料，没有做晶片的机器，其实就是很难产出高阶的半导体。那对于他们的这个国防啊，或者是科技，或者是交通等等之类的，对国角啦。对，会对，所以这也是美国一直在防中国大陆的啊。对，没错没错。那我们也有访问到这个专家，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来替我们解析说，美国呢采取的这个晶片禁令，他们会不会对台湾的半导体产生影响？美国对晶片的这些管制措施哈，势必会对全球的这个晶片的供应链哈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最大的影响是全球的那个总需求是在下降，即使像台积电这么好的公司，它在某一些制程，像譬如说7奈米，或者是更成熟的这些制程，它的这个订单好像也开始在减少，所以它的产能利用率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再加上刚才提到的管制措施，迫使它必须要放弃一些原来就已经有的订单，那这个呢，对台积电的营运一定是雪上加霜了。好，所以呢，接下来这一两年，确实，对那个台湾的半导体的产业，特别是台积电，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些影响。好，因为美国的这个管制措施，它主要是针对先进制程，好，就是16奈米以下的这些制程，好，是在它的管制的范围里面。好，那比较成熟的制程呢，反正现在大家都会嘛，好，那所以说。就美国政府并没有针对成熟制程，好，那所以说，对台湾的整体的半导体产业来讲，好，我觉得在这个管制措施里面，受伤最严重的就有可能是像台积电，好，这样以先进制程为主的厂商。目前啊，在台湾其实还是有很强的竞争力啦。好，那上周末也提过嘛，好，就是美国呢，它寄出各种的这个补贴的这些方案，吸引很多厂商到美国去做半导体的投资，好，那但是呢，这些投资其实也未必会成功了，好，最主要就是像我们台积电在台湾，它在营收还有它的这个获利上有这么好的表现，好，那最主要还是它在制造能力上面的这个竞争力几乎是无可取代了。好，那这些竞争力呢，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好，是跟台积电的团队有很大的关系。好，就是台积电，好，他手下的这些工程师，好，基本上是刻苦耐劳。好，那，他们也可以这个，就是公司有要求，好，加班到十一二点，好，他们也都可以接受嘛。好，所以呢，将来，好，在不管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好，他们要去做晶圆的制造代工，我觉得其实他们的成本一定是远远超过我们台积电在台湾的生产成本。好，所以呢，我们其实中长期来讲，我们还是有很大的竞争力。其实我们也可以回头去看看中国呢，这五到十年来，其实对半导体产业也是做了很多补贴嘛。好，对啊，但是呢，他们的这些补贴最后的这个成果却可能远远不如预期了，所以他们的这个生产效率，还有他们的产品品质，其实可能还是落后台积电很多。好，那即使在中国，他的劳动力，就是他有这么庞大的劳动力，也有相当多的优质的人才，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去复制台积电。那中国政府对这些半导体厂的补贴，搞不好都比美国还要多。好，所以呢，从这些例子来看，好，一个产业如果要透过补贴好去发展的话，其实长期来讲，好，对这个产业不见得是好事。好，我们看完了晶片的议题之后，接下来讨论这个大家应该都蛮有兴趣的，就是到底有没有天选之人？珍妮应该不是天选之人，不是，我也不是，但是我觉得我的侄女跟我的姐夫是，因为他们就算家人有就确诊，但自己真的都没有。那现在我们应该要想的是，到底要不要打第四剂？那目前我是还没打啦。那现在看起来，台湾的疫情
这个虽然已经说通过了高原期，但我看每一天的数字哦，确诊人数还是有3万多，像一号这天是34242例，所以还是蛮多人的哦。嗯、那现在 BA.5 八月底几乎成为了主流株，那当然现在还有这个 BA 其他的这个变异株有进来到台湾，但还不算主流。那王必胜也在10月中的时候曾经讲过说，他没有把握疫情一定会降啦。好，但台湾有一个状况很奇怪，是我们的死亡人数跟重症人数蛮多的耶，而且你看下半年3个月的重症数是上半年的2倍耶，所以就很奇怪啊。那大家就想说到底为什么呢？好，如果以英国这个国家统计局来说，他们会做一些分析，他们觉得年龄是完整接种之后仍然出现突破感染一个很大的危险因子，也就是说如果你年龄越大，你可能得到了这个新冠肺炎然后死亡的几率还是越多、嗯、而且我们会随着这个疫苗的时间打的时间效应，防护力会抗体会慢慢减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小朋友跟长者，就是如果能打的小朋友啊，跟这个65岁像长者，到了时间到就要去打，因为他真的是会慢慢的被突破、哦。那这个台大公卫的这个教授陈秀熙说，现在疫苗的效力就等于是死亡上升的主因哦，所以现在要打要拯救生命真的很简单，就是你去打第四剂吧。那他说，如果次世代的疫苗覆盖率达到80%的话，其实每一天的死亡率就可以大幅的降低，所以他就说真的是打第四剂是不二法门啦、嗯、因为你也没有办法把这个病毒给灭绝嘛，只能我们自己保护好自己。好，那讲到了这个身体的健康状况之后，我们今天也讲一些比较生活的议题哦，讲几个小 paper。如果你感冒了怎么办？因为或许有些人不是新冠肺炎，因为新冠肺炎一定要看医生哦、嗯、因为这个不能开玩笑。但如果你是一般的感冒，像现在这个秋冬季节会有上呼吸道的一些感冒流感的情形，其实有些方法可以来稍稍的缓解。我们先看到舒缓喉咙痛的情况之下，其实喝热茶、喝热水、喝热汤都可以，但也要提醒观众朋友不能喝到太烫，因为这可能伤到食道会反效果。那如果您是喝姜啊或者姜汤等等的，其实还不错，因为姜有抗发炎缓头痛的状况。那如果你是一直会咳嗽，就像我们的后遗症，我就是还蛮会咳嗽的，那你可以用盐水漱口啊，或是用蜂蜜来舒缓也是不错。那如果你是会鼻塞的，就要就做一些方法，例如像洗鼻子、嗯、但像我不太敢洗鼻子，我可能就会用草药或者是一些薄荷的让自己的鼻子比较通畅。对，那还有说可以使用蒸汽，不过这应该是在欧洲国家，他们会使用加湿剂把湿度变到40%到60%，但像台湾因为湿度比较高，所以你可能是要用除湿器，像我自己家里的除湿器就真的有40%到60%这个区间、嗯、所以大家可以稍稍注意一下机器上面的这个数字哦，这可能会让你的感冒发生率是稍稍比较降低。好，那预防感冒的情况之下，其实维他命 C 是最主要的，大家一定都知道。那还有这叫接骨木莓哦，是有症状就要马上来摄取哦，因为里头有花青素可以加强你的免疫。再来锌的补充品也是可以，大概3到4个小时服用一次，那你可以把感冒的病程给缩短。哎，这都是蛮不错的小 paper 嘛。好，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吃的来补充自己的这个免疫力，我觉得免疫力真的很重要。有些人可能是天选之人，原因就是因为他免疫力特别强，对，或许病毒已经进到他身体了，但是就是没发作，那也是蛮厉害的。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先从新鲜水果来看，它有丰富的维他命 C， 那一天哦至少要2份的水果才够哦，所以不能说啊我有吃1-2颗就好就够了，没用。好，再来还有维他命的这个 B 群啊，那可以从谷类啊跟豆制类里头，那只要摄取不足，其实你的免疫力会变弱哦，甚至还会有忧郁的情形，影响你的身心状况。那还有维他命 E 可以从坚果、南瓜等，这样可以减少感染。那还有维他命 D 啊，你可以去晒太阳或者是从牛奶里头取得。那莓果则是有很好多酚可以抗氧化，以及有黏膜修复也很重要，可以减少病原体进入到你的体内，所以像是胡萝卜啊、甜椒、番茄这些通通都可以来吃。好，最重要这次这个新冠肺炎不是一直常常讲说什么 T 细胞吗？对，好， T 细胞杀手细胞的发育要让它比较成熟的话，要多补充锌、嗯、那其实就可以从海鲜上面来取得，像是牡蛎啊或虾子等等，那要可以缩短感冒的病程还有症状。所以这些实用的宝典也提供给大家，哎，我觉得蛮受用的哦，赶快把它笔记下来。那如果有发生感冒的症状的话，
都可以拿来这个宝典使用。我先跟大家说这个最新的状况，是乌克兰他们说他们自己应该可以在十一月的时候收复赫尔松，因为我后面要讲到赫尔松，所以我先带大家讲哦，就乌克兰感觉很有信心哦。那俄罗斯似乎也因为战争的情势对他们比较不利，所以态度慢慢软化了，有说哦，这个普京准备好跟西方要来进行这个对话了。这是俄罗斯的外交部长这个拉夫罗夫他说的，说普京愿以平等的地位跟西方国家来进行对话，但有个先决条件哦，就是美国要愿意重新讨论安保的议题。但看得出来，俄罗斯似乎是不是有呈现败相的情形呢？好，我们讲到了赫尔松，赫尔松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之前我们在这个节目上面有特别讲说，这个乌南的赫尔松它是一个造船中心，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战略的位置。好，因为它在过去就是克里米亚了。对于乌克兰来说，它如果把赫尔松给拿下，就是收复回来的话，它其实可以把克里米亚也再往那边进攻。那俄罗斯对于这个赫尔松想要这个收复，想要拿回来，想要拿下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想要往这个乌克兰的整块土地来进行攻击，所以赫尔松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好，但问题是哦，现在路透社的记者他到了赫尔松的北边，跟着乌军的军事阵地来进行采访，他说他发现哦，俄军确实露出了三大败相。哪三大呢？第一个就是炮火装甲的部队行动开始减少了，甚至也缺乏了士兵，那就代表他们也有一些弹药不足的情形。再来就是装备非常的缺，而且补给也有很大的困境。这样这三个情形，易欢觉得能上战场吗？我觉得不行。对啊，这个感觉完全是已经节节败退的情形嘛。所以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士兵哦，就有说，哎，这个俄军正在准备要弃守赫尔松哦，而且要撤退到涅伯河以南。所以代表说，对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赫尔松，原本俄罗斯不是把它纳为这个俄罗斯公投其中的一州嘛，四大州之一，说这是他们的土地。结果现在这边哦，这个战况非常的惨烈，而且他们说，其实部分前线的乌军已经逼退了俄军20到30公里，所以看得出来，这个赫尔松这个战略位置目前是乌军占上风，对，乌军占上风。好，当然我们要再讲到说，这个乌俄战争，其实美国的态度也很重要。所以其实俄罗斯究竟是不是真的想要打乌克兰呢？还是其他的目标是在后面的美国？那美国跟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其实在10月21号这天有通过话了，说为了避免一些这个误解，所以在乌俄战争之中要保持沟通渠道的重要性。好，这不是两个人第一次通话哦，已经算是乌俄战争以后的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5月13号，他们两个首度通话的时候就有呼吁说，哎，俄罗斯这边要赶快停火啊，这个打下去没完没了哦，会有问题。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俄罗斯完全不甩嘛，所以后来还是继续再打。好，当然哦，这个他们也说，在5月13号的时候，是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主动打电话给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这个肖伊古的，所以可能肖伊古就觉得说啊，你就是来跟我谈判的，那我还有一点空间筹码。但是最近哦，其实我们说21号是这个他们两个又通话了嘛，结果23号的时候，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肖伊古又打电话给了这个英国的国防大臣华勒斯，也打给了法国的国防部长这个勒科尔努，也打电话给了土耳其的国防部长艾卡，所以就有人说，哎，是不是有一点点要来谈判的意味呢？哎，呼应我刚刚讲的最新消息，好像真的有一点点他要跟西方国家释出这个对谈跟对话的讯号。但是当时哦，他讲的话是说，哎，我觉得乌克兰他们可能会使用脏弹来挑衅哦，就是 dirty bomb 嘛。我们之前也曾经讨论过，他们就一直在讲，但是美国认为这是一个假旗行动嘛，就说可能是俄罗斯自己要执行这个脏弹攻击，他先把这个嫁祸给乌克兰。好，当然这个美国你就看到嘛，他说这种指控不该被列为是一种进一步的升级借口，连英国的国防大臣都有这样说法。可见哦，现在这个俄罗斯真的是身处一个这个腹背受敌的情况，尤其战况这么的差。好，那我们一直都有在讲一件事情，就是
普京到底会不会动用核武？对，其实这也是西方国家最担心的。对啊，我们只要想想这个广岛长崎的这个很严重。对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光想我都觉得哦，就 combo 哎，而且这是全球性的问题哦。好，会不会普京现在说，哎，我不动用，我不动用，但有一天他突然理智线断了。out of control 就失去控制之后，他就按了一个键就发射了，很难知道的，因为完全没有办法预测他怎么想。好，但是这一按可能会生灵涂炭哦。怎么说？其实他们说哦，普京如果真的想要发射核弹，只需要砸魂金10分钟，10 minutes。好，怎么做？英国太阳报就列出了5个步骤，这5个步骤做完就是10分钟。我们带大家来看看这10分钟之内怎么样让这个。可能全世界都陷入一个很可怕的局面。好，普京第一个要他有想法，他非常想要动用核武的话才有办法。如果他完全没有这个意念，自然是不会嘛，对不对？好，他要有这个想法，就他要用这个核武来进行威慑。不过他们一直都有在这个里头一直不断的强调说，他们用核武是为了要来防御的。哦，不是要来攻击，这个有很大的差别哦。这对于国际间的一些法条上面来说，哎，我是出于这个自我保卫，我不是要来攻击其他国家。其实俄罗斯一直都有这样子的想法，他们就是说，哦，乌克兰要攻击他们，所以我们自我防卫才有什么样子的行动。这个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哦，是他这个核武的公事包，他叫这个切吉特，他必须要插入卡片。好，其实这公事包是在1980年代发明的，它有点类似美国的这个核足球，它这个。白色公事包里面有一个白色按钮跟一个卡片槽，所以它只要插入卡片之后，哎，就启动了。启动什么呢？这个命令就会马上传到参谋总长这边，那这个军队就会开始准备要发射核武啦。那这个有一个叫死守系统的，它就会直接发射陆基飞弹，就会直接来了。然后呢，还没。但是他们要拿到发射的密码之后，对对对，要有一个密码，他们就可以准备了嘛。然后最后拿到一个发射密码，会发送到一个个别的指挥官里头，就会直接发射了。好，那当然他们说，如果发射的话，射的沙皇飞弹其实蛮可怕的，因为它会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射在广岛跟长崎的核弹能量总和有高达1570倍之多。所以如果这是炸在伦敦的话，就会有600万人因此而死亡。所以如果普京一个脑筋不对劲，10分钟之内就可能会造成数100万人死亡，有可能数千哦。所以这真的不是开玩笑，也难怪这西方国家频频在说这件事情哦，因为真的很可怕，我们根本不希望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啊。对啊，我们大家生活已经够困苦了，还要用战争来袭击我们吗？好，到底普京可不可能用核武呢？我们要当然请专家来帮我们分析。我们这次问到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刘潇翔副研究员，帮我们分析一下最新情形。用核武确实是普京的选项之一啊，因为在出兵乌克兰之前呢，普京的自然这个卡拉卡诺夫他就放出风声了，认为说呢，美国不会冒着在欧洲这个有毁灭性的风险跟一个核武大国作战，我相信这也是普京的认知啊，他认定西方不会引火自焚甚至会袖手旁观，你看战事发生到今天啊，西方国家还是仍然这个维持这个有限度的介入也就是西方的援助是避免情势升高，还有避免引火上升，直接介入会拖下水。我想这是西方的底线但是呢，普京在动用核武之前呢，其实还有很多变数，所以说普京呢，短期间还不会急着下决定好比说，如果俄军节节败退的话，那很肯定的是，以俄罗斯的常规武装力量无法赢得这场战争的时候，普京确实可能会动用核武。但是他可以等到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看选后的状况是怎么样，因为这一场选举这个关系到这个拜登之后是不是这个跛脚总统，那这很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后续对乌克兰这个援助的力道。那再来就是说，欧洲的冬季即将到来，那目前欧洲的天然气储备虽然都已经这足够了，而且外海还有很多艘这个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等着卸载但是万一假如说今年的冬天是严冬的话，
那欧洲天然气的需求必然会飙升。那这个时候，这个能源严峻的考验就必然会影响到这个欧盟国家、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力道。美国虽然说不断警告普京不要动用核武，否则可能会有这个灾难性的后果啊。那中间的这个传话呢，沟通的外界无从得知啊。但是假如说普京对乌克兰动用这个战术核武的话，这个美国要怎么因应？对美国来讲会是一个两难哦。美国当然可以用核武反击，但一旦美国用核武反击，这就形同直接介入这场战争，而且甚至会演变成为美俄之间的核武战争。我相信这不会是美国所乐意见到的情况。那虽然说这个俄罗斯他一直声称他在战略核武上对美国有优势啊，甚至公然就是举出他有萨马特这个战略飞弹、海燕巡弋飞弹，或者是波塞顿海上多用途系统啊，这些东西都能够突破美国的拦截。但是在技术面上，俄罗斯其实还不需要用到核三维体打击力量，他只需要用到他的极音速飞弹。啊，就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哦，以锆石级音速飞弹为例，它可以达到音速9倍，这是爱国者防空系统所没有办法拦截的速度。啊，不过我想这个核二组上面的一个关键就是说，你必须要能够这个全面摧毁对方的这个二次核打击能力，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全面封锁对方遭受核武攻击之后的报复能力。我不认为俄罗斯能够做得到，那事实上西方国家一样也做不到。好，我们看完乌俄战争，接下来看也是大家很关注的，就是疫情的问题了。但其实，因为现在全球各个国家的一些防疫规范已经慢慢松绑了，甚至就是逐渐开放国门，让一些观光客开始可以进去，想要刺激一些观光财。加上我们来看日本，日币持续下跌，也让不少像是台湾的一些哈日族也开始前往日本。你自己会想去吗？一轮？当然呢、啊，我超想出你也国想去？的。我之前已经换过一波日币了，但是他们说好像还是会一直跌。对，没错，就是主要就是因为日元一直跌，所以让不少人会觉得说，哎，买了，那我们就去吧。不过目前虽然疫情状况看起来好像有好一点，但现在其实欧美国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种变异株了。那些专家就有提到说，其实有可能接下来会进入第八波疫情了。那怎么看呢？我们其实先从这个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这边来看，他们预防控制中心这边提到说，11月中到12月初有可能这个流行的变异株 BQ.1、BQ.1.1 可能会成为主流了。那这两款变异株是什么东西呢？他们就引述了这个亚洲实验室的研究了。他说 BQ.1 是 BA.5 的亚变种，那他说它可以逃避免疫系统的保护。那 BQ.1.1 它其实是 BA.5 的分支，那它不止免疫系统的部分可以逃过，就连疫苗可能对它来说都有点没有用了。甚至他还提到说，这两种变异株啊，比原先的这个病毒的传播力BA.5高出了30%这么多。那对此，这个美国疾病的防控中心他们也说了，他们说当地 BQ.1 和 BQ.1.1 的这个确诊数已经较前一周增加了1倍这么多。那他说，当地的这些这个新个案的感染源啊，有16.6%都是这两款新的变异株。那专家也提到了，他说接下来要进入冬季了，那冬季可能确诊数也会持续的来攀升了。那接下来我们刚刚提到的说，那日本这边是不是也是针对这些疫情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或是怎么样的防控？其实也没有，因为他们前阵子就是因为日元狂贬嘛，那日本他们也是想说啊，那既然现在疫情状况这样了，感觉是可以部分来解封了一下。那部分解封了之后，其实陆续开放边境的封锁措施，其中这个北海道、东北、北陆跟近畿地区，他们在10月陆续解封之后，确诊数反而持续的来上升。那其实各国的状况，除了日本之外，其他也差不多。法国这边，我们来看，他们欧洲其实是在夏季的时候大概有先解封了。那他们在解封前8月的时候，确诊数大概是10万多人。那在9月的时候解封，它的确诊数超过了30万对啊，比人，较多。
这个几乎是倍数的来增长。对，所以你说解封跟疫情到底有没有相关联？现在真的是一个适合解封的时机吗？其实大家的看法都不太一致，好像已经没办法看确诊人数来评估解不解封。对、啊，因为解封好像势在必行、嗯，所以只能让这个数字持续不断的飙升。对，因为你不可能清零嘛，但是你要怎么样去防疫？那对此，这个京都大学的教授他就有说了，他说第八波疫情已经开始了，那十月底已经是全面的蔓延了。不过他也担心说，接下来入冬之后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他有提到两点，他说第一点是因为全国国人的这个免疫力有下降，主要是他来看到，他说其实目前日本当地人的第三剂的接种疫苗率只有 65.8% 而已，那前面两剂相比的话是小了 30%， 等于说其实现在日本的当地人已经没什么人想要打第三剂了。嗯，对，台湾好像也有点点这类似的感觉。对，就是政府一直在呼吁说大家赶快去打、哦、或是打次世代疫苗。对，但大家都是好像就是听了，但是也没有想说一定要再去打。我觉得一部分人可能也是因为染过了，对，他们就会觉得说好像也还好，不至于要打。但是就专家会觉得说你打了还是多一层防护嘛。那另一部分原因是刚刚提到说接下来进入冬天了，那冬天了之后因为天气冷，其实不少室内啊都不太开窗户，那这样就会导致说密闭的空间空气不流通，会增加传染染疫的风险。那另一部分还有就是冬天有一些这种比较大型的节日，像是万圣节、圣诞节，还有接下来的跨年活动、嗯、都可能会造成大量的人群群聚。那人群群聚的话也可能会导致说疫情的传播的风险会来增加。那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是日元的部分嘛，对，日元一直在下跌，那现在日元对美元大概是多少呢？其实目前已经来到了 150.95 了，那先前还最低低到 151.95， 这个是1990年8月以来的新低点了。那其实日本政府跟日本央行他们有介入吗？其实有，因为他们其实也很紧张、嗯、他们觉得这样一直跌下去是不是也不是办法。那其实日本政府跟日本央行他们在这个一个月内两度入市买日元哦，那当时他们两度入市买日元的时候，让这个对美元的数字一度来到了 147.65， 其实是有成效的，但是这个成效的这个利益是好的吗？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媒体来讲到说他们两次入市买日元嘛，那一次呢他们规模大概是 2.84 兆日元，那第二次的大概是1兆日元左右，所以你用这么多的钱去买日元，之后只达到 147.65， 就让不少人觉得说，哎，这个成效其实不是很大，就觉得说，哎，是不是还是没有办法救回这个日币的 对美元的数字。不过其实也有些人提到说，日元对美元会持续这样下跌，一部分的原因也和美日的息差有相关，因为日本已经连续14个月出现贸易赤字。我们先从10年的公债殖利率来看，美国这边呢、啊，他们过去一周大概都是维持在 4% 左右，然后差不多 4.15， 那日本呢他们其实就只有 0.255 而已，那其实这个对日元汇差来说是相当不利的、哦、那另外刚刚还有提到说日本他们贸易赤字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日本的这个贸易赤字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说他们的出口大概是 28.9，但他们的入口是 45.9 左右，因此才会导致说这个贸易赤字的总额超过了2兆的日元这么多。那对此也有专家就说了、啊、他说日元真的会继续跌下去吗？有没有可能跌到1989年当时的低位160？就要看美国联准会跟日本央行是不是要介入去干预协助处理了未成年童婚的问题了。那其实先前10月11号是联合国的国际女孩日，那台湾的也有一个女孩日，她最近刚届满10周年。那这几年其实女性意识蛮抬头的嘛，对，然后加上就是各个国家也都很重视这个女性的权益。不过刚刚提到这种未成年童婚，其实在一些这种开发中国家或是相对比较贫困的国家还是很常发生的。那我们先来看的就是说，根据这个联合国的统计，其实未成年童婚数字会越来越多，一部分其实和疫情也是有相关的哦。他说其实在这个2019年疫情爆发了之后，有多达上千名的女孩被迫童婚，那他说其中还有一部分人是遭受这个性剥削，那么还沦为被贩卖跟交易的对象，导致说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去上学，还会遭受一些暴力的对待。
那最严重的不是还有这样子而已，有一些女孩她们还被残割，那她们被残割大概都是15到19岁这些人而已嘛，但是她们并不是出自她自己的意愿，她是被迫的，就是一些可能传统的习俗，对，就是当地的一些这种传统文化觉得说你就是应该这样，那她们也没办法，因为当地女权意识可能没有这么抬头，她们也没有办法去说不。那他说至少有2亿人，等于说在这些国家大概每3个女生里面就有1个人是接受这种被残割的伤害，其实是蛮严重的，因为你在我们这种比较可能女权比较走的比较前面的国家，你很难去想象这种事情，所以这也引起了国际间蛮大的讨论。也因为这样，其实联合国已经明定说在这些国家啊，你应该要来禁止这样的行为。对此这个世界展望会的事工处主任他也说了，他说一位非洲的女助产师曾经告诉他说，这种残割啊会对女孩带来很反复的这种痛苦跟伤害，他说甚至你在这个出嫁前跟生产的时候，你动手术的切开缝合的地方其实都需要再切开一次就对了，所以那个痛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那他自己也提到了，他说他有这个2个双胞胎女儿，他希望他们长大之后不需要面对这样子的危险跟这样子的痛苦。那现在世界展望会已经连续4年，他们发起这个1000女孩的资助，他们说要支持弱势女孩转变生命。那同时他们也结合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说可以期盼终止女孩受暴的恐惧。那虽然这样子国际间很关注嘛，但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在一些这种开发中国家或是相对贫困的地区，这种童婚还是很常见，尤其是印度跟孟加拉这些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根据人权组织的研究，他说至少有2000万人是被迫童婚的，甚至在印度跟孟加拉这边就是状况最严重，甚至还有一些是未成年的。那我们根据外媒报道来看，先从印度这边看，他说印度这边呢，他说被迫出嫁的这些女孩，他们其实在家中就已经有受到一些被暴力的对待，因此他们就会担心说他在家里都已经被这样子暴力相向了，那要是我再拒绝家里要求我去结婚的话，会不会我就被赶出家门，那我就流离失所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忍气吞声，那就接受家里的安排。不过这个其实跟印度当地有个传统也是蛮相关的，就是印度当地他们有一个传统是说，你嫁女儿一定要很铺张很奢华，所以你今天嫁了一个女儿之后，等于是说你这个家庭的经济已经状况没这么好了，但是你要花钱去嫁这个女儿，等于说你嫁了一个女儿，你就会拖垮整个家里的经济支柱嘛。但是他们又有一个很奇怪的传统是说，哎，今天你只要年纪越小，你就不用弄得这么铺张，这么嫁妆可以少一点，是不是？所以这也是变相导致说这印度当地会有这么严重童婚的一个情况，因为他就是年纪越轻把你嫁出去，我们家庭经济负担就不用这么重。那对此又有这个印度社会科学的专家他有说了，印度当地啊，他们说他们离婚在社会上是会受到污名化的，所以这些强迫的婚姻才会被这些女孩这样隐忍，因为他们就是担心自己被社会污名化。所以真的也是你要怎么去说他，其实真的就是一个能改变吗？但是当地的外在环境实在是太难让他改变了，然后加上他可能就是我觉得钱是蛮大一个因素的，让他没有办法去抵抗，没有办法就被迫要去接受这样子的安排啊。没有错。那刚刚提到说其实这部分刚曾经提到是钱嘛，就是刚有讲到的钱，所以跟疫情让大家都生活的相对比较困苦。那其实除了印度之外，孟加拉其实也蛮严重的。孟加拉他们也是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他们全国11个地区的童婚率已经飙升到 13%， 这已经创下孟加拉25年来的最高纪录。那先前就有这个国际培幼会的总干事，他亲自到孟加拉当地想要去了解一下当地童婚怎么这么严重这些状况嘛。那他到了这个古里格拉姆县，他说这个地方是当地这个比较偏乡的地区，这个童婚率也比较高。他说这个地方的童婚率高达46.8%。那他说因为先前新冠疫情肺炎的影响，导致说这个童婚数是破百的增加。那根据联合国的人口基金会统计，他说孟加拉有50%的女孩都在18岁以前结婚嘛，那其中有15%都是未满15岁，等于说他结婚的时候都是未成年。那未成年结婚了之后，其实跟这个原因就是说他们社会位阶比较低嘛，那男尊女卑，所以就
就是让会让他们觉得说你女生就是没有生产力，那你就快点嫁一嫁吧，把你嫁掉这样子。那他说这个总干事他在当地看到的一些状况，还有提到了，他说当地的女孩啊，他们其实大概11岁左右的话就辍学结婚了嘛，那在13岁左右之后就生下了孩子。但是你才13岁，你就生了一个孩子，其实对健康其实是很不。对，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其实还没有发展的这么完全，还没有那么成熟。对，然后你就已经生了一个孩子了之后，不管是你的心理的状态还是身体的状态，其实都蛮对这个女生都蛮伤的嘛。那她说，其实她在当地观察到说，这些女孩她们面临很多这种身体很不舒服的症状，像是产后之后真的太虚弱，然后很难去恢复，甚至还有一些这种呕吐啊、恶心或是体重过轻这些症状，其实在当地都蛮频繁发生的。不过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那孟加拉政府都不管吗？为什么你们为什么都让这些未成年的人这样去结婚？但是其实孟加拉的法律是有规定的，他们有立法规定说你是要18岁才可以结婚的。不过为什么他们这些人都可以这样直接结婚？其实就是跟孟加拉当地他们有一些偏乡地区啊，真的就是政府比较没有管不到的地方啦，所以他们就是连那种出生登记都还是要用手写的方式。那你用手写的方式的话，那今天我要结婚，我要让我女儿赶快嫁出去，我就写假的手动篡改，就是可能我 maybe 他可能80年出生，我就帮你写到什么70年出生，然后让你的年龄莫名其妙就是已经达到这个法定的符合规范这样子，然后就不会被政府查到。所以这其实也是当地一个蛮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个同婚的这个事情，其实不只是说对这个身体有这个很大的负面影响，对心理也是。对啊。好，这个我们来从这个同婚再跳脱一下，我们看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哦，是有关富豪哦。你觉得要有多少钱可以叫超级富豪？一定是超过100亿吧，还是1000亿？哦，你觉得要那么高是不是？我是讲美元哦。美元哦，那应该。也是要亿吧，也是要亿，1-2亿。OK， 好，这其实是要到亿没错啦。那这个亿呢，其实是几亿才算呢？我们其实是1亿就可以算了。但是你知道以前其实多少就算了吗？千万吗？对，其实在这个1990年代后期哦，超级富豪呢，你只要有美金3000万左右就可以了，当然是台币也要快10亿啦，啊，也是蛮大的一个数字。但是因为呢，受到这个通膨的影响哦，资产整个上涨，所以说呢，你现在要有1亿美金，大概是台币30多亿，你才可以叫做亿万富翁。那有达到这个标准呢，全球大概有25000位左右，亿万富翁，对，很多。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坐拥这个1亿美元的这个富翁的数量哦，哪一个国家最多？是美国最多，美国有快要10000人，9000多人。然后接下来第二名是中国2000多人，再来是印度1000多人哦。那其实这个超级富豪的人数正在不断的增加，过去20年它已经翻了一倍，然后是亚洲的这个幅度增加的幅度蛮大的，像亚洲的这个富豪呢，它是成长了57%，是欧美的2倍哦。那我们看到跟疫情爆发前的相比呢，它凸显说我们资产分散跟集中的意外风险。我要怎么要解释这一块是说，很多的这个富豪他不是说他的资产都是美元，但是最近我们看到这个美元一直涨，对，那如果说你的资产可能是英镑或等等其他欧元啊等，相较之下，那你的资产就缩水了嘛，所以说大家想说资产要分散哦，才不会把你的这个排名一继续往后降，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亿万富翁大多是哪些人呢？哦，有一个是说，变现股票的这个婴儿潮世代啦，婴儿潮世代蛮多是这个亿万富翁的，还有一些是蛮多是科技新贵，还有另一派是这个身家是就是继承家产的，这些人蛮多是亿万富豪的。但亿万，你知道台湾的亿万富翁有谁吗？台湾的亿万富翁感觉应该有郭台铭。对，郭台铭，郭台铭是我们大家最熟知的了。然后还有就是有挤进这个富比士排行榜的话，一个是这个张聪渊哦，是鸿福实业的这个老板，那他是做鞋业代工的，他是算台湾排名第一的亿万富翁。他比郭台铭还高。对，他比郭台铭还高。然后接下来是旺旺的蔡衍明，然后他是78亿。哦，刚刚那个张聪渊是117亿，都是美金哦。
然后这个旺旺的蔡衍明是78亿，然后接下来是长春集团的这个林书鸿，他是做化石工业的，这个、72亿，接下来才是我们的郭董69亿。所以说其实台湾也是有，对，我们刚刚讲到说亚洲进步的那么快，其实台湾也还蛮多的、哦、那如果说你是亿万富翁的话，你觉得你会想要做哪些事情？我想要出国玩。出国玩太逊了。太逊吗？出国玩太广泛了，你要更具体一点的话。哦，那我想要有什么？买房买车。买房买车不是嗜好，是你想要做的事。哦，你说我想要做哦，你想不算是嗜好啊，就是一件投资或什么之类的。哦，投资或什么？这里面有你想，你有你喜欢的吗？都没有。哦，手表收藏可以。手表收藏，就排第十名。怎么这么后面？但是手表收藏呢，其实它也是慢慢窜上来的、哦。它之前呢是之前的话是品酒。蛮流行的在富豪界，但是手表收藏，因为其实一只表很贵的，真的是可能可以抵一栋房子 maybe 台币3000万。有一些表是你用钱也买不到的。对，也许而且它还会越来越贵，对、啊、如果说它绝版或者之类的话、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富翁的这个休闲嗜好呢，第一名还是高尔夫啦，因为高尔夫毕竟是一个有钱人的这个也算是社交活动，对对对，建立人脉的一个这个关键的活动哦、啊。然后还有一种是艺术收藏。接下来这个自行车哦，蛮特别的，自行车跟这个滑雪、钓鱼哦，自行车跟钓鱼，他们以前是排在比较后面的，然后最近这几年是窜到前面来。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跟疫情有 关吗？因为自行车跟钓鱼其实是你可以一个人做的，你不用跟其他人一起，大家一起约去这样子。对，然后你要搞得很豪华，搞一些比较厉害的自行车也是 OK 的、因为自行车有的一台也是很贵，对，啊，加一些什么装备全部加上去，对，新装，对，然后是也是要上万块起掉的这个活动啊、然后滑雪当然也是就是。不是那么的平价的活动，你要有装备 然后又要买雪票等等之类的、哦、所以这些活动其实真的是没有钱你基本上是很难去做啊。自行车勉强可以，你还是有便宜的玩法、哦、有 U-bike 对，是 U-bike 还是有便宜的玩法，但是大部分的话是需要真的要砸钱才能够来玩的、哦、那这个他们还有调查发现说，哎，他们有钱人呢，他们会把小孩子都送去哪里、哦、对, 对，很多人会把他送去瑞士的那种寄宿学校，那这个寄宿学校的费用就是蛮贵的，像这个瑞士的美国学校，他大概学费一年就要台币快300万、那这个另外一所这个罗森贝格的这个另外一所寄宿学校的话，他400多万，也是非常非常的昂贵、哦、那我们讲到说未来十年、哦、亿万富豪，我们来预测一下他们的趋势哦。越南是蛮有可能会多很多亿万富豪的地方，主要呢就是因为它是这个亚洲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重心哦，房产啊、科技、金融都发展非常的迅速哦。如果你去过胡志明市，或者是去过这个他们的首都这个河内，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他们的进步非常非常的快哦，车子也很多，车水马龙的。然后他估计说，他们亿万富翁的人数有可能会成长95%，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印度的话也是哦，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是很多的印度富豪窜到排行榜前面，那个预测说他们未来十年呢可以成长80%。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这个非洲的这个岛国摩里西斯，那为什么会成为这个亿万富翁的移民热点呢？主要就是他对商人是很友善的，对经商友善，然后呢所以说很可也许是减税啊等等之类的，那这个亿万富翁的成长率会达到75%，非常非常的高哦。那我们刚刚讲到说亚洲的这个富豪比例哦是有在对在成长的，而且是产出最多的亿万富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亚洲的首富、哦、高塔姆阿达尼，他是印度人哦，他是在这个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排名到第三，是首次进入前三的这个亚洲人。那富比士的话呢，他是排名到第二。他是做的什么呢？他的这个资产的管理的话，他就说管港口啊，然后矿山啊，还有资源贸易，这些都是他的这个产业哦，所以让他是登上了第二名。然后我记得这个排行榜里面其实还有
另外一位印度的富商，就是有挤进前十名的，所以这个印度真的是跑得很快，对，然后加上说他其实这个因为这个地缘政治的关系嘛，那乌俄战争的关系，他就是没有人敢动他，他又可以，他可以买到俄罗斯很便宜的石油来用，然后美国也不敢动他，所以说其实在这一波这个乌俄战争的这个期间呢，蛮多的富豪就是因为说，我就是有这个比较便宜石油的管道，让他们这个资产变得蛮多的哦。好，我们来看到就是这边有这个数字哦，是中国大陆跟这个印度哦，在2026年，他们资产百万美元以上的人会比2021还要翻倍，越来越多。那我们来看到是10亿美元富豪的人，大部分都在哪里哈？10亿美元富豪的呢，这个。在美国这边呢有700多人，十亿美元富豪，在这个欧洲这边呢有536人，在亚洲这边最多951人，这个是十亿的。我们刚刚是讲亿万富翁嘛，亿万富翁是美国这边最多，但是如果我再多加一个零，十亿的话是亚洲最多，很厉害哦。那瑞士信贷呢这边就有提出个报告啦，就说2000到2021年间呢，前1%的有钱人的资产增加的这个幅度，哎，也是印度跟中国大陆做最多，对，一个印度11倍，中国大陆34倍，相较于美国、日本，你看才3.6，一个1.2，对，这个两个地方的增加的幅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哦。那主要就是因为说跟这个全球化的程度高，然后所以说新兴国家的亿万富翁其实就是比以前还要来的多哦。那这个富豪数量国家的排行，我们看一下哈，这个美国是719人。中国大陆440，印度161，东盟十国114，台湾哦，台湾很厉害哦，台湾有45人哦，是胜过韩国的28人跟日本的27人，所以台湾人有钱的还是不少啦，隐形富豪还是蛮多的。这个是这个富豪数量国家排行是也是以10亿来做比较，所以10亿的挤到台湾的排行榜的蛮多的哦，但是呢。这个亚洲富豪现在有面临到一个问题了，就说因为这个习近平他提出这个共同富裕嘛，我们刚刚提到说很多有钱人对可能会要赶快离开这样子，对，再加上说中国也收紧了这个货币政策，美元升值，股价下跌，所以说这个富比士富豪榜的人数呢，半年内是减少了245人，但是因为他这个减少幅度还是比他成长的这个还要少一些，所以说成长还是居多。那这个瑞士信贷的这个投资长他也是讲说，哎，其实房地产价格哦是亚洲人累积财富的主要动力，买房嘛，对，所以说台湾人可能是这样子排在前面。那他讲说富豪榜的这个前段班呢是有这个全球大量持股的企业老板是在这个前半段的。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亚洲的富豪哎会不会之后真的会超越美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哎台湾人那么有钱，但是好像蛮多人都是比较无感的、哦。对，为什么呢？我们来请到了这个世新大学经济系的助理教授陈建良陈教授来替我们分析。习近平有一个政策叫共同富裕，所以其实你看二十大开完以后，港股跌了6%到7%，有钱人都跑掉了。为什么？因为习近平里面他不太他可能有一点要回头走到社会主义啊，因为过去胡锦涛、江泽民从邓小平以后的路线都比较开放，在经济上是。放得比较松，那配合到网络时代，还配合到这个他们民间的消费的需要，所以房地产，所以你去看大陆的这些亿万富翁里面，有大致上是这几类啊，要么就是拥有就是炒作房地产，要么就是网络，像马云、马化腾啊，但是现在习近平。上来以后啊，他从去年就开始喊共同富裕，所以呢，对中国我认为应该不会，是不是会增加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绝对不会超过美国，在10年内，印度我也觉得不会，但是印度会增加，一直会增加，因为他还不是实施社会主义嘛，而且印度人在网络里面的创业，而且印度跟越南是一个。一直在崛起的一个经济体，
啊，只要他不走回头路，我觉得印度跟越南啊的这些开发中国家啊，很可能会他的亿万富翁的出现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但是中国我保留，因为这个政治的一个制度可能有一些改变啦，因为大家大部分都是薪资所得者。可是呢，这个从民国八十年到111年啊，这个30年间，这个受雇者的薪酬报酬，它占整个分配的比例是下降，大概是从51降到46啊。那整个数额是有增加，但是因为它的比例是下降啊，但是营业的盈余，也就是公司赚的钱，它所占的 GDP 的比例是大幅度上升，大概从20几%上升到30几%。那各位就会想哦，为什么大家无感？因为大部分都是薪资所得者，然后谁得到了这个 GDP 上升的好处呢？第一个是资本消耗，因为大量的用自动化的设备；第二个最重要就是营业盈余。那营业盈余给谁了呢？给持有股票者。那谁持有比较多的股票？那大部分就是老板，大老板啊。所以这个亿万富翁里面有很多像美国一样是持有很多股票的，而且更麻烦的是，拥有台积电最大的股东是外资，所以意思是国内所创造这些盈余，搞不好很多都是外国人持有啊，对不对？所以当然这个不管所以大股东持有比较多啊，外国持有股东比较多，所以就会造成大家没有感觉，因为这个分配没有分配完全分配到受薪资的这个报酬者。